材料清单：毛火、半个、削皮刀一把、水果刀一把、盘子一只。芒果先去皮，怎么去皮不用说了吧，用水果刀慢慢削。我是用图上这把刀削的，这种刀最适合削番茄皮啊、芒果皮、奇异果皮这类，绝对利器哦，厨房必备。削出来果肉超级平整光滑，超级超级好用，好像才几块钱一把，用了几年了还很锋利呢，哈哈。削好后用水果刀把芒果切一块下来，如图刚好切到果壳这里，别切得太薄了，做出来的花就不美了。然后再把这片芒果肉切成两毫米左右的薄片，这个真心不难的，因为芒果肉很听话很好切。关键的一步，很多人都说自己手残党，其实这个真不难了，关键要掌握要领。从切好的果肉两端取最小的芒果片开始摆花心，一片两片的时候它们太薄肯定站不稳，第三片上去就像图中这样，它们就可以稳稳的站着了。你看我都能腾出手来拍照了不是吗，做到图上这样就很轻松了，只要一片片围着贴上去就 OK 了，注意下位置交错开就可以了。一定要从两端往里去果肉，也就是头拿一片尾部拿一片，一层层围起来，这样才能均匀的从小到大排列。花心最小，外围的叶片正好是最中间的最大的果肉，等到半个芒果都摆完，芒果花也就完成了。小贴士是不是超级简单啊，快来秀秀你切的芒果花吧。